妈妈应该在家。哥，要不算了吧？算什么算？他们很凶的，我怕呀。这个法治社会，怕什么？你看看我这个脚，紫一块青一块，就是被他们给打的。我怕他们等一下又打我，又骂我。妈呀，你呀，真是太懦弱了。你看，遇到这种八宝男，什么都听他妈的。你看打得你这个样子了，你还不敢吭声，也不敢跟我说。好在这两天我从广东回来才看见这个问题吧，不然的话我永远都不知道你还被他欺负成这个样子，你也不敢打电话告诉我啊。你看看我们嘛，两兄妹相依为命，你看父母要去的少，我不帮你谁帮你啊？那个老妈很凶的，我老公什么都是听他的，这个脚啊都是他老妈指使他打我的。今天我必须给你主持公道，气死我了！我怕呀。谁呀？门都烂了。还有谁？我以为是谁，干嘛？干嘛？啊？你看看，看看，你在那里狗眼看看，你死哪里去了啊？哦，我打你几下你就回娘家了，什么意思吗你？干嘛？我劝你说话小声一点，注意一点语气。我说话从来都是这样子，哼，你整天都是听你老妈的，你看看打你老婆打成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跟我妹两个人相依为命长大了，我妹不要彩礼嫁给你，你现在还不懂得珍惜，哼，我妈是我家，一家之主，我不听她了，是听谁的？你这人是愚翘，怎么回事啊？吵吵闹闹，在我家，哎，你这个老三，哪里啊？这喂喂喂，住手！你是谁呀、啊？我大舅哥啊！你走开！儿媳妇这几天去哪里了？你看饭都不帮我包，我几天都没有吃饭了哈！你原来你回去搬救兵啊？回去告状啊？你等一下再收拾你，我告诉你。老太婆，干嘛？你说话就说话啊！不要指指点点。啊，说你狠，说你厉害，啊，结果你这样的儿子出来。不叫儿子的吗？向梁不正，下梁歪，你也是一个德性。原来你说我儿子就不可以。哎呦，还敢打我？哎呦，你骂谁呢？啊，骂我都可以，就是不能说我儿子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啊、嗯！像你们这样，你看看，把我妹打成这个样子，今天必须讨个说法赔偿。我看不到哦，不知道他自己摔跤的哦，关我什么事呢？早就知道这样的话打得更严重一点，那个歪歪，你看看那个医院歪歪，那很好啊。你看看你儿子已经承认了，是你儿子打的，是不是你叫的？打了叫什么呀？谁叫的啊？几年了，嫁来我家5年了，蛋都不生一个。还有在家里做点事情啊，磨磨蹭蹭的，炒个菜像猪吃的那样。就是啊，打谁呀、啊？哇，娶我妈回来就像娶一个保姆回来，什么都要帮你们啊。那不帮我们、哎、还帮你啊？还有生不生小孩这个问题，那个是我们一个人的问题啊。是啊，那你也不能怪我啊，我都说叫他一起跟我去医院检查了。老妈，你一直在阻挠。哎呀，你看看。开什么玩笑啊！为什么要叫我儿子去检查啊？你自己的问题不要怪别人了、啊。你看我儿子，你又干嘛了的？有什么问题？就是啊，当医生就是我的问题，你什么意思嘛你？那你这样就是一口咬定就是我的问题啦？那不是你的问题，还我的问题啊！哎呀，我妹真是看错了眼，看走了眼，真是瞎了眼看着你的儿子。我们当初才是瞎了眼了，娶成这个儿媳妇，要不是看在当初不要彩礼的份上，才不要他呢。就是啊。我家的老母鸡都被他吃光了，真的是。我现在真的是连个保姆都不如。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可是一分彩礼都没要，嫁到你们家做牛做马，什么家务活都是我做，现在你们把我说的一文不值。算了，今天不管怎么样把那个10万块钱赔给我妹，不然的话法院见。赔什么10万块钱啊？我欠你什么啊？你看我妹嫁给你们家几年了啊？5年了，但5年的青春10万块钱多吗？啊！哎呀，只有他牺牲了5年的青春了，也耽误我儿子5年的青春了。要不是他站在这里，站在茅坑不拉屎了，我儿子早就娶了那个儿媳，可能早就给我生了5、6个。就是啊，搞得我现在晚上腰酸背痛的，睡不着。哎，意思是我不是我的青春不是青春呢？还有脸来？你不来找我，我当然来找他了。我妹都说了，叫你儿子跟他一起去医院检查，你们。不但不去，还要阻挠，还要责怪我妹。你看看，现在你还有理由啊？你再说一下、哦，我儿子有问题，我儿子就不用去那种医院那种地方。哼，真是的，一点都不懂啊！哥，行了，别吵了，我看这个日子也没法过下去了。
我们离婚吧。哈，哎呀，哎呀，离得好，离得妙，离得呱呱叫。对了，法院见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哎呀，法院，法院是你家开的啊？不是我家开的，但是法院是公平公正的，是不是？该怎么样判就怎么样判，我们该你们赔多少就赔多少。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怕你啊？啊，可以，你们说的啊。明天去法院离婚。儿子不怕啦。对，尽管来。反正你打伤我妹的那些医药费，还有那个精神损失费，都要赔上来。一毛都没有。没有。不但我们没有赔，还叫你赔我们，还差不多。就是我的，我拔个鸡毛给你，要不要？哎呀，你这个妈宝男，真是的，真的是这样。哦，谁嫁给你以后都会后悔，我跟你说。你不要这种人，张口骂宝男，闭口骂宝男的吗？对，我爱我妈，我光荣，我骄傲。那行，你爱你妈，你跟你妈过吧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走吧。我走了，我们走了，不跟你们吵了。这里不欢迎你们这种人。这不走，我拿扫把来。还用扫把、啊？你来试试看。你带不走，我用我这个42码的钱啊扔过去了。哎呀，真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家人都有儿子，你是一个样，你是一个德性，快点走。什么人？被野蛮的鬼文化了，儿子。嘿，老妈，那二嫂离婚了，那你帮我介绍一个、哦。哎呀，当然啦，儿子啊，像你长得这么帅，又牛高马大的，大把要排着队来要嫁给你，不怕了。是啊，嘿，那我先回去，我煮饭吃，杀个鸡庆祝一下。对对对，终于把这个给赶走了，走，回家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亮仔就过来了。等了那么久、啊，再等个一下吧。儿子，还过来了，哪里呀、啊？来了，这个。哇，这个，哎呦，儿子啊，跟你挺搭配的，我看那么高，哎呦，你够膀大的。啊，对，屁股要大，对对对对，是上儿子的料。前凸后翘的这个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合适。我喜欢。哎呀，你早说呀！怎么了？你不说清楚。这个是出了名的妈宝男来的，我才不嫁给他们啦！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美女、啊，不跟你们说了，反正我就是不嫁，你们慢慢聊吧。聊一下吗？喂，再聊一下吗？哎呀，什么妈宝男？我听我妈的话，没错啊。那叫孝顺不好，你就是啊。我说你啊，你那个前妻啊，现在嫁到那边去啊，人家过得那么幸福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人家要有车要有房的，你看你家住那个瓦房啊，我看你啊这辈子啊注定光棍啦。你看刚才介绍那个人家都看不上你，哎呀，我也不管你们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妈的，你他刚刚说什么？他说这个小林啊，前妻啊，哎呀，跟人家过得很快乐啊，哎，生了、两个儿子啊。啊，儿子，那这样说，那真的是你的问题啊！那怎么办？那赶紧去医院检查。对呀、啊，去医科大，医好了我们再找过。对，我要那个大波林对面那个。啊，可以先去治病。